这是给你买的吗？啊？啊？哎呀！大家好，我是金阳，给黑客买一条金链子啊！看着比划一下，好像有点大。大。咱也不知道他的号怎么样，我就买了个70的。他一直叫我先给那谁小布吧大人。行。啊。不行，我就再给黑客买个小的带，绝对大黑客带。他跟闪电带都行。坐下。哎呀妈呀，这家伙这眼亮瞎了都快！哎呀，别搞我！哎呀妈呀！闪电带也挺合适的，闪电带上也行。我再给黑客买个小俩号的。对，你最起码得带、带到10个月，50左右吧。太漂亮了，把这个拴上，让他跟闪电见见面啊。你说，然后是带着链子见面，不能让他打架。这个咱们家粉丝啊，一直都说。让小木嘎跟闪电他俩近距离较量较量，看看这两大狗王到底是谁是拳上的一哥啊！但是呢，我是那啥的，不赞同让他俩去打架的啊！小木嘎是卢维纳的狗王级别的啊，这个谁呢？这个闪电呢是陈塔利级别，他俩不是一个级别啊！他不是斗拳，他是护卫拳。滚圈！这个斗犬跟护卫犬，他俩打的时候肯定斗犬比较优势一点啊。所以说咱们俩，让他俩都带上链子，见见面就行了。看他俩会发生一点，会不会跟黑罗，我们跟那个谁这个威力见了闪电一样，会不会这样撕咬啊？这隔空吼叫。比比气势啊，比比气势，看谁的气势更霸道一些。我给他拿个链儿的，你看吧，他之前就跟闪电一样的那个链儿呢。咬着了吧？
这还没往这链上拴呢，唰脱扣了，气死你不？我家两大护卫啊，不行了，为啥呢？就因为他俩没有仇，没有敌意。这个出来之后啊，一门心思的就是和球感兴趣，对这个大块头来说啊，一点兴趣没有。你还啥？他呢？你看看，他对他的也是那样啊，只是刚出来的时候叫几声，后来他们就不叫了。如果要是把他们放出来。放开的话肯定会打起来，但是我不舍得他们在一起再这样打了。如果闪电去咬威力的话我可以支持、啊、咬这小木嘎的话我就不行。为啥呢？这是选美出身啊，以打斗来说有经验吗？有经验，我就是怕他这身皮毛给咬伤了。来来来，累了是吧？闪电来来，争风吃醋。来，我们问你两下。